今日前来可是为了通州一事？不错，臣已按圣上旨意布局好了一切。只是，这逆党狡诈多疑，为求稳妥，还请圣上用玉印下达几封旨意。下旨，坐骑要做全套，方能让狡诈的逆党深信不疑，进入构中。 来了来了！几位官人，请问你们找谁呀？奉圣上之命，缉拿勾结逆党的罪臣张遮、归案。逆党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我儿他就在刑部当差，他怎么可能跟逆党牵扯在一起呢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娘。遮儿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快同他们解释清楚，你怎么可能跟逆党有关系呢？快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去。娘亲放心，他们只是奉旨办事，待我去跟他们说清楚就没事了。您安心在家等着，儿子向您保证，年前此事一定能了。届时回来陪您过年。 珠儿。